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小 S 大女儿才12岁，就像小名模，机器铅笔腿好辣，网民腿都比妈妈细了。台湾艺人小 S 徐熙娣在2005年结婚，嫁给老公徐亚军，隔年就生下大女儿许俏妞、徐熙文、艾薇，接着陆续生下2个女儿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他经常分享和女儿的互动，清明连假刚好碰上美女徐耀三生日，特地拨空带宝贝出国旅游，事后也把照片 PO 网。没想到才12岁的长女身高早已超过她，一双长腿立刻成为七星焦点。小 S 开心带着3个女儿一起到日本过节，5日是徐耀三生日，他 PO 出旅行照，并写道：宝贝生日快乐，虽然奶今天一直把姐姐们惹火，但全家还是很爱奶，希望奶早日冷静下来。温馨又不失幽默的留言很快就引起众人注意，许多粉丝跟着送上祝福，还有人跟着笑亏，不惹火姐姐就不是妹妹了，牧羊女孩有办法冷静吗？ XD 妈妈先冷静。而小 S 贴出母女出游的照片后，其中一张大合照，她的风采完全被12岁大女儿许俏妞抢走。画面中她穿了一身黑，摆出可爱姿势和女儿们合影，身侧的许俏妞穿着粉色毛外套，搭配黑色短裙裤袜，扎了利落马尾，跟着她摆 pose， 母女俩身高已明显看得出落差。而小 S 贴出母女出游的照片后，其中一张大合照，她的风采完全被12岁大女儿许俏妞抢走。画面中她穿了一身黑，摆出可爱姿势和女儿们合影，身侧的许俏妞穿着粉色毛外套，搭配黑色短裙裤袜，扎了利落马尾，跟着她摆 pose， 母女俩身高已明显看得出落差。小 S 大女儿除了宛如小名模般的高挑身材吸睛，又细又直的大长腿更是让众人惊艳，部分网友更大胆预言长大后不得了，以后会变超模，脸真的好小，腿都比妈妈细了。也有人大赞母女4人宛如姐妹，好评不断。